所商店佔20%，而家領匯商場總店鋪嘅76%。
少商户冇生存空間，喺國際大品牌好口才嚟壟斷之下，年輕人要如何引入產品，自己產品質素又如何勝過呢啲國際品牌呢？另一個可以忽視嘅問題當然就係租金啦。氹吓團1700尺租金叫價80000，銅鑼灣更加成為2016年亞洲租金最貴嘅地方，證明香港係寸金尺土，要揾地開鋪簡直係難過登天。創業要創辦一個業務去到經營，要一盤生意，要打要買賣商品，要宣傳、周轉等等。而打工係有一個直屬嘅老闆，聽老闆指令，有穩定收入。而辯題中嘅年青人，因為世衞標準係指15至24歲。而匯豐銀行發表嘅報告，香港自主創業者嘅平均年齡係31歲，所以我方認為年青人應該係打幾年工，過咗30歲之後先至出嚟創業。辯題中嘅性字係指優勝，係寧願做邊樣而唔做邊樣。邊樣對於年輕人嚟講，更加影響香港嘅經濟環境下發展落去。我方支持打工性創業係以下3個原因：第一，打工有穩定嘅收入。今時今日，年輕人生活百物騰貴，唯有打工可以保持到穩定嘅收入。2018年，20至29歲年輕人收入中位數係1.5萬，對啱啱出嚟社會工作嘅年輕人嚟講係非常重要噶。青年可以利用打工呢筆穩定嘅收入去儲錢，滿足生活嘅需求，以及尋求進一步嘅發展、零進修等。相反，如似對方所講，創業係冇可能令到年青人有穩定嘅收入噶。35歲 Not Bad 嘅創辦人劉永康同幾個朋友分別投資咗6位數字作創業嘅基金，目標係每月售出2000個手袋，但目前每月只係售出到100個，反映年青人創業唔一定做到收支平衡。持到穩定嘅收入。第二，創業風險高，成功率低，輸咗係輸錢輸時間。打工就算俾人炒咗，都可以喺履歷上面寫多一項嘅工作經驗，就穩定一間公司。但我哋創業咧，香港創業聯盟組織青年創業軍調查顯示，100間初創企業，2年後仍然可以維持到經營嘅只有13個。而手機程式開發公司 InnoPage 嘅創辦人李敬華都同我哋講，喺香港創業係一種高風險嘅活動。死亡率係99%，輸本來係唔緊要嘅，但年青人輸嘅係咩咧？佢哋有咩錢去輸咧？結果輸曬嘅係朋友，輸曬屋企人嘅錢，輸埋感情，甚至寫唔到喺履歷，就算想出翻嚟換工，都會因為履歷空白而俾唔到人正經做事嘅感覺。第三，打工累積更加嘅經驗。今時今日，香港各行各業嘅工作機會多，可以俾年青人學到唔同嘅嘢，喺大公司有唔同嘅部門。如果慢慢做經理級或者管理級別嘅中工作，學到嘅嘢係絕對唔少噶。相反，創業失敗率高，年輕人要投放全部心機同資源喺業務上面，結果除非有任輸唔到嘅資源啦，否則壓力其實好大噶。學到嘅嘢亦都唔會多，每日淨係可以喺應付交租、揾貨、揾客嘅壓力之下生活，好容易失去曬自己嘅信心，甚至破產。年輕人雖然有夢想，但缺乏能力、經驗、金錢等等。方法，如有违规，公应一方可即时指出，并对方。
所求嘅資源。係會。咁有冇學員知道會收發會收集資源嘅時候，點解仲要面向食咧？咁但係呢個打工失敗嘅時候，喂，有冇學請問打工失敗會唔會收曬曬所有嘢？如果冇人請嘅話，咁咪會咯。喂，有冇學我而家講咩？打工失敗咗，即係佢係有工作經驗，佢可以揾另一間公司嘅。咁如果佢冇公司請佢咁樣，又如何咧？如果我有幫忙，你自己講咗，而家有咁多嘅工作機會，咁多工作機遇嘅時候，都冇公司請啊。但係如果冇咁會冇公司請，會有會冇冇公司請嘅呢個可能嘛？我有幫忙，我而家問你，創業失敗咗之後，收埋曬所有嘅資金，有幫忙你點樣解決？咪就係、是、打工，但係即係如果一俾人解僱嘅話，如果喂有方法你唔好再同人搞，我而家係問你創業失敗之後資金冇曬點解決？咁係去申請一啲資助或者其他。我有方法你申請啲資助有咩條件啊？申請資助嘅話，咁你去就咁去申請咪咯，唔需要人。我有方法，原來攞到申請資助係咁簡單啊！係啊，我有方法原來冇揾清楚資料，其實我哋見到而家香港申請。資助其實非常之困難嘅，咁後來其實亦都答唔到我哋創業失敗咗之後，佢嘅資金究竟有咩問題？咁而家打而家中年環節結束，輪到甲方第一部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啊！
無論係佢未來成功創業，抑或投身職場，都係好大嘅幫助時候。但呢啲技能大公俾唔到青年，點解仲係僅剩咧？各位？
喺呢個市場就能夠成功立足，同大公司能夠競爭得到咧？更何況第二點，再睇翻剛才咧喺一開始講咧，如果同學我哋調轉咗次序，係應該先有一啲實行嘅技能咧，之後先去創業。但問題今日有方唔係咁樣嘅，因為正正見到黎姐同我哋講話咧，2014年23歲嘅曾家俊，佢毫無工作經驗啦，亦都毫無我哋我方剛才講嘅嗰十項技能，但係佢咧成功成立咗遊戲開發公司 C4Cat。佢嘅手機遊戲咧，甚至上架一個月之後咧，已經成功回本，開業一年咧已經賺咗70万。呢四隻成功嘅例子就係話到俾你聽，根本唔係應該先有十項技能再去創業，而係喺創業嘅過程當中慢慢去培養呢十項技能。呢啲十項技能咧，我方主編已經講得好清楚咧，喺青年喺未來事業或者人生路向當中咧，你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係必須應該要去具備先能夠令到佢哋發展更加好。再睇啦，有冇人今日點樣回應咧？我方到時咧，有冇人今日我方嚟講話咧？其實政府咧，甚至乎私人機構咧，都有好多嘅申請資助計劃咧，幫助啲青少年創業嘅。咁我咪話唔係喎，但係咧其實好複雜喎，可能要大半年咧之後先能夠申請得到。但係我冇交代過，咁究竟你嗰資助計劃合理嘅申請時間係幾多咧？咁我冇交代過，有冇人覺得即乜都唔需要檢查，乜都唔需要審批，直接你申請咗之後，政府或者私人機構就直接俾呢一個資源，你就已經可以足夠咧？甚至乎咧，直接睇翻例子，寶良路青年創業基金咧，都由填寫申請表格、公布結果並簽署協議書，並正式開創佢嘅創業嘅時候咧，只需要17个星期，即係4个月。再睇另一個例子，企業創新支援計劃咧，預計嘅審批時間咧只係2个星期。即係換言之咧，原來無論係政府定係私人機構咧，佢嘅所謂資助計劃去幫助青年去發展佢嘅企佢嘅創業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佢嘅審批時間咧根本冇我剛才講到大半年咁多嘅時候，都唔知可能你嘅資料不如你交代清楚，究竟有邊一個計劃係需要到去到大半年咁長嘅時間先可以審批嗰度咧？所以結論就係今日政府同埋私人機構佢嘅資助計劃係能夠幫助到青年去盡快創業，都係落底。有嗰啲金錢咧，就可以去創業噶啦。當你見到有咁大嘅競爭嘅時候，
放咗俾間公司已經攞咗嘅，即係有個同事承認咗咧，而家資助計劃係可以提供共享嘅空間同嘅青少年創業呢啲嘅學校嘅員工。咁我哋嘅立場即係同你覺得未必申請得到，好奇怪。咁同你話咩偷竅，點解唔啱你偷竅？你申請係未啊？同你呢啲嘅共享空間，其實你有見我而家我哋科技誒創業園嗰啲嘅共享空間已經用咗舊式，再加上啊，你共享空間就係來開會，如果你開鋪頭咁點算啊？同埋又係一樣要面臨租金問題咯。你有冇睇過 IC 屋啊，或者房照佢能夠申請到青年共享空間，能夠解決到你所講嘅租金問題點樣？咁我一副嘅時候，頭先已經講咗啦。其實佢呢個創辦之後，佢成立咗呢間公司之後，同我哋講點樣？佢其實香港呢個現金經濟問題下，其實我哋要創辦一間公司嘅成功率係1%都唔夠啊。係唔好轉移視線，即使佢咁樣講到，你能唔能夠明到佢真係透過青年共享空間解決租金問題？即有幫助咁就係、是、聽你個講法嚟講，即係覺得我哋今日咧講嘅就啱嘅。我所識唔明幫你哋問題啦，佢話你今日我收定嘅資金，其實真正資金要幾耐啊？我無語，我又貴，我無聽又幫同你嘅冇聽，因為有幫同正正就係同你講緊，今日申請資助計劃咧，有幫承認咗咧，有實際例子係可以透過共享青年空間由政府提供啦，私人機構提供嘅咧，然後已經能夠去解決到租金嘅問題，即係有幫同你嘅解決，你已經存在啦。我哋已經將有幫同係啦，今日時有幫同你話資助嘅計劃咧要申請好繁複，所以你有啲咩例子係申請係非常繁複嘅？見到我哋申請到我哋資金，首先有不同人已經冇講我哋申請到嘅一啲嘅數字係有幾多啦，跟住有不同我哋就算申請到，我哋今日面臨中嘅青年創業，我哋作為呢個年紀嘅人，我哋係咪真係有你所講嘅嗰種十項全能去做到創業呢？十項全能或者一陣再回應，我不如幫你直接回應我，係咪真係冇計劃係要大半年之後先能夠成功審批得到啊？其實有嘅，其實如果我哋呢個審評佢哋嘅，見到佢哋有少啲空嘅時候，已經可以將呢、這個呢個批，即係呢個資金批出去嘅時間已經可以長好多。咁我淨係用設例咯，有冇例子？不如你舉出一個例子，有啲咩公司係大半年先得到呢一個資助啊？咁我哋可唔可以講到有咩嘅公司係可以有幾多個公司、幾多個初創企業，一年90,000個畢業生到底係唔係佢哋90,000個畢業生都可以做到你所講嘅嘢？有我幫佢業務就應該好清楚啦，例如係保良局嘅青年創業基金啦，佢嘅申請到開辦咧，最終只係需要14個星期啦。你例如係創業計劃都只需要兩個星期就做得到，即係有冇同你係咪都成認咗呢個資助計劃咧，其實係需要去大面臨多？我同你理論上當然係啦，但我哋見到實際上係咩？好多嘅年輕人去創業嘅時候，佢都會因為申請唔合格啦，又或者工作問題咧，而選擇去身邊嘅人借錢。咁如果我哋創業失敗咗之後，最後要收入我哋公平嘅回饋啦。呢個我咧就要提出咗實例咧，去論證原來資助計劃咧係好短時間內咧已經能夠盡快去幫到青年創業啦。咁我淨係用設例，所以呢個位置已經講唔過去啦。第三點想問我哋剛才我哋嗰十項全能嘅問題啦，咁我都唔係話你要有咗呢十項嘅技能先可以去創業啊，係透過創業呢個過程當中不斷咁去訓練。呢啲都正正係我剛剛才提嘅例子，例如23歲啦、22歲嘅青年出到嚟創業之後咧，佢先慢慢訓練呢個技能。咁有冇人嘅解釋咧？我有翻羅青咧回應我哋，究竟你嗰啲嘅資助計劃係咁多個青年人都想創業嘅時候，究竟係有幾多個青年係可以真正嘅去申請到呢啲資助咧？嚇！咁多人申請得到，我好難做嘅錯俾你，有邊個申請得到？但係我剛只係話到俾你聽，資助計劃咧，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定會去審批到啦，然後完成咗之後咧，都唔會有幫同你咁大半年咁多啦。所以資助計劃有幫同已經講唔過去啦。第二次問有幫同，不如你直接話俾我聽啦。咁究竟喺一個嘅有幫同，不如回應翻剛才我嘅問題。咁究竟你覺得呢一個嘅創業成功嘅點解創業一定要係成功先可以叫做點解你要賺錢先可以叫做創業成功咧？多謝有幫同講過去嗰啲。全場都喺度講呢個 IC 屋爆創辦人，真係後真係代表咗我，淨係見到一個成功例子，而見到其他失敗例子啊！係有冇今日淨係同你討論失敗例子，由頭到尾咧都冇睇我，我不停都同你舉出嘅成功例子，有冇根本完全唔同你提及？青年喺呢啲例子上面已經能夠成功創業，係又可以做到訓練到呢一個運用到呢個十項技能，咩都同你答案。有啲點解一定要有先有呢個十項技能先可以去創業得到咧？係啦，有冇同我就算我哋今日申請個基金，我哋開創到200，我哋初我見到兩年之後倒閉嘅公司係90，即係而家有分紅今日我哋創業咧係以失敗為前提，但係分紅有失敗之後我哋嘅成果係乜嘢咧？即係有分紅承認咗創業可以成功啦。創業我開間公司有幾難啊？寫張申請一個註冊啫嘛，但問題。
後嘅人生，我係咪一路係要還債，住一路還一路還債咧？咁同相反，我今日咪話長大，我哋先去打工。就算咧，我哋如果有一個創業嘅話，我哋去到可能三十歲、四十歲嘅時候，有足夠嘅資金、足夠嘅能力、足夠嘅人脈嘅時候，我哋去做創業嘅成功率大嘅多嘅。我要幫你介紹下你易用帳子入去做還節點充，而家。全部都是由自己負責，有堂可能我打工招
要加班，可能好自由、好辛苦。但其實做一個自由創業老闆可能更加辛苦，因為佢每屈每壓收工之後咧，都要諗第二日要點樣經營佢自己嘅户口啊，點樣要有幾多房、接幾多張單等等，可能分分鐘搞唔得翻。而且做老闆仲要應自己應付呢、這個營運開支啦，相信有可能都有例如上廣告啦，一日3,500蚊，試計話你俾得起喎。咁所以我同自己喺呢個青年嘅立場咁樣做實質嘅分析咧，其實將創業睇得太簡單，太簡單，以為創業有錢有創意就可以創到。大家今日自由見嘅時候咧，有冇同我哋講話創業容易所以難啦？冇錯，所以的確難啦。其實今日創業唔單止遠遠唔單止係有冇同今日所講開間普通分嘅公司咁簡單。我哋見到創業係要維持一個業務運作2年以上先叫成功創業。我哋見到今日咁多因素係不利於有青年創業嘅時候，點解而家有可能仲送青年入去寫多啲過嚟？最佳人獲得3分，次佳人獲得2分，最佳人獲得1分。
才要有耐性創意等等。咁其實打工其實人耐力上面都可能都要培訓得好好嘅喎，即係面對老闆佢嘅咁樣嘅壓榨咁樣。咁所以其實喺我覺得大家可以互相注入對方嘅市場啦。你又可以話啊，其實對於經驗上面創意都有好多經驗，即使佢個 CV 上面寫唔到話我做緊咩工，但係佢面試嘅時候都同人講話啊，其實我都有從事過呢一方面嘅創意嘅呢啲咁樣嘅有一啲咁樣呢方面嘅見解嘅。咁我相信咧應該可以成為佢自己個經驗，我就一定要打工先成為經驗。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條呢種辯題夾住雙方，再加上呢條辯題咧，其實都有好多可以大家係接入對方嘅市場進行一啲嘅可能辯論嘅時候。我知道啊，我聽到佢即係情況咁煩，就係我而家市場係好
好大，個波重嘅即係市場大啲。但係頭先評判都講咗啦，其實佢可能係競爭嚟嘅話，咁啊，所以點樣可以將呢樣嘢真真正正變成咗係鼓勵你嗰方嘅一個理念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個推演上面係要再做再多少少。咁另外一個上一個以上咧，我都想問下佢就係即係啊，其實就係即係如果你講緊大場面嗰個位咧，其實即係反方其實根本就講唔到。咁但係即係我同意正方佢不過佢嘅意見先講下，即係佢啲講呢樣嘢。咁就即係如果你講到咁壟斷，其實係任何時間都唔應該創業，即係香港係好難成功嘅創業。即係因為個邏輯嚟講，你覺得哇大場面。咁你三廿幾四廿歲出嚟翻出嚟創業，咁都係失敗嘅啫。咁即係其實係咪就等於係零創業機會咧？咁點解又會有創業成功嘅例子？即係呢樣嘢，我又覺得其實可以再攞出嚟睇多少。不過我覺得你真係呢個元素喺嗰度，佢就好合好合住，即係出嚟嘅。其實實際上會唔會喺嗰啲所謂叫做壟斷嘅空，即係壟斷嘅環境底下係有空間嘅咧？咁樣你可以諗多少啲。咁誒，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跟嗰個爭錢嗰個問題啊，咁我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好同意，即係我又好覺得有欣賞嘅反方今日咧就真係有少少做，即係你真係做一盤生意嘅時候啊，由我個資金翻嚟去到哦我失敗咗啦，咁又會點咧？嗰度係會講曬成個過程啦，咁呢樣好欣賞嘅，咁誒即係我覺得。調翻轉嚟，咁啊，正方就有少少著重咗喺嗰個攞資金嗰度，即係你哋其實都幾強調話佢好快攞到資金，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一個位就係一個問題，咁就係你係咪真係揾得起嗰啲錢咧？或者其實你如果真係同呢個生意失敗咗，其實你係會有個點嘅處境，係咪可以仲企得翻起身？咁即係會唔會政府其實佢嗰啲資助？佢就係後援嘅，就係話，即係你可能就係使還翻啲錢咧，係嘛？即係可能即係呢樣嘢，我覺得要講得多少少，因為佢哋係好集中，即係成個過程佢哋講曬個創業過程，攞資金去到你做生意就做倒啦，就失敗咗結業啦，然後就即係點算好係嘛？咁然後你哋就淨係講攞資金就應該其實要多少少後援嗰度，即係我呢個係多少少。大灣區係一個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考慮，一嚟係裏面提出咗一樣嘢。
到業務，係咪等於一定可以學到你個十項技能？如果我